直播交给阿路。好的，各位现场及昨天这场赛事直播的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8月19号礼拜四的夜晚，我们再次齐聚在石头棒球场来观赏今天的补赛赛事，由我们富邦悍将迎战中心兄弟的比赛。是的，从今年赛事展开之后，随着疫情我们停赛又再次的复赛，那在本周呢也看到，其实我们应该是今年应该是整个中职最晚产生我们上半季冠军的一个比赛的赛程，那也恭喜中心兄弟所有球队所有球迷朋友们。那很快的在下礼拜开始就是我们下半季的比赛，相信在近期呢我们也会陆续来公布，不管是每场我们赛事的开球嘉宾或是我们的主题日，所以下礼拜我也希望不管是在电视机前锁定悍将赛事或是在现场的你们也持续到现场来帮我们悍将球迷的朋友加油。而在今天的赛事，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富邦悍将回到我们的场中来进行开场的，所以借用我们热情的掌声先请 Frankie 到旁边，掌声欢迎富邦悍将。来欢迎富邦悍将。